家好，我是 DJ 阿周。今天这支影片要介绍的是在台湾中部地区，因为我们传统铁路呢有变成那个高架的方式，那整个行车起来就都很平稳。那以下的影片呢就是介绍我在台湾的普悠玛号南下的时候经过这一段高架的路段所拍摄的影片，希望你会喜欢。接下来补充一下，这段路段呢是在2018年所完工的，全长是21.7公里。这列普悠玛号的列车呢，它说站的不停，它现在的地方进行发展。等一下呢，它会稍微的在台中站稍微的停留一下。可以花别这个沿途啊，整个包架起来之后，有做隔音的这个隔音板。那这些隔音板的基本上有这样做隔音，会比较把音量降低，不会影响到沿途的居民他们的一个生活品质。在这个高架的铁路路段，会发现一个特点，当我们打开一个地区，它的铁路的隔音板可能要比较高。其实我觉得我们台铁公司是做比较人性，也有顾及到地区的那个感受。
修行大概 21.7 公里高架的部分就即将跑完，慢慢的会降到跟平面道路一样高度。那这个等一下会继续拍下去，会拍下去的原因就是在前面不远的地方会抵达乌日站。这个乌日站很特别，就是我们台湾三铁共构的地方，也就所谓的高铁还有捷运外加传统铁路三铁会汇集的一个点，就是在新乌日站。有你的支持，我才有继续拍片的动力。感谢您的收看。